来看到的是国会改革案正式生效之后，行政院长卓荣泰哦，是今天首度到立法院去备询。他被问到会不会担心自己藐视国会，因为他之前 也一直问嘛，哎，我藐视国会了吗？哦，压力会不会很大呢？那在野党即将要成立就是进口鸡蛋调查小组，就是要查超思。那卓荣泰就开玩笑说，今天他自己就是来以身试法的，看看呢这个会不会改变质询的过程。不过呼吁啊，质询还有被询双方要互相尊重，认为说了有一些挚爱难行的部分，在视线过程当中能够先按耐不动，他是希望立法院可以尊重。立法院质询行使法修法之后，经过总统的公布，在前天已经正式生效，现在也在上路了。那今天来这里就是要以身试法，看看这样的修法会不会改变国会内部整个质询的过程。当然我也希望质询跟被询者双方彼此尊重，如果不再发生恶意批评谩骂，而且能够用很理性的态度共同探讨国家的未来，也指出施政不良之所在，我们乐于接受。那人民会看到因为国会的改革而改革国会的一个结果，这倒是乐见的。但至于在提出释宪之后，现在如果立法院里面有一些行为是我们认为在质询行使法当中跟宪法相违背的，我们依照宪法诉讼法第47条已经正式的提出释宪的申请。那么我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了避免将来有回复困难之余，是否应该有争议的条文的适用，能够双方理性的能够暂且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按耐不动，彼此尊重，我倒是希望这个样子。这样在未来释宪之后，我们才能够知道哪些行为、哪些国会里面的权责是合法合宪的，所以这个希望立法院能够看到也尊重这一点。陆委会在昨天下午开了记者会，宣布提高赴陆旅游到大陆旅游的警示，是橙色灯号。橙色灯号，你知道橙色灯号是跟哪一个国家一样吗？以色列。大家都知道以色列现在在打战哈。不过呢，副主委梁文杰却在说明的过程当中，他用了"出台"这个用词。哎，出台，我相信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有在这个看这个有追这个陆剧的都知道，出台不就是对岸的用语吗？那梁文杰怎么说出来了呢？现在是因为新的所谓的分裂国家罪的这个意见啊，这样的出台，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作为政府单位啊，有必须这个义务要提醒国人啊，确实是有风险的。那如果作为政府单位对这个状况视而不见，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那这个是政府单位的失职。我们来看看啊，根据教育部的词典，出台的意思就是大陆地区制定某种方针政策开始实行，叫做出台哦。原来现在教育部的这个词典哦，连大陆的用语都有。那比方说，这个新法案今天要出台了哈，还有例句，所以很多网友就大酸说，你民进党一直在抗中保台，但是却一直在玩这个对岸的梗啊。像之前民进党立院党团用急了，网友说这不是也是对岸的用语吗？民进党真的是高标准哈，他好喜欢被统战哈，而且呢，整个就是一个多重宇宙哈，你的塔利班们口嫌体正直，他就是一个日常啊。现在你说要抗中保台，但是像亲中亲的最厉害的，搞不好就是这些塔绿班。好，再来看到是现在陆委会已经宣布哦，去大陆旅游的危险性跟去以色列是一样的，橙色灯号。所以这立委罗志强就大酸说，算了，你干脆断了两岸经贸往来好了。他炮轰民进党政府就是想要激化仇中，作为延续执政，这只是他们的什么
一步棋一张牌而已。这警报，我说实在话，在民进党的逻辑世界里，我觉得发射这警报也是太轻忽这件事情了、民进党应该回到汉贼不两立的时代啊，直接宣布哈，两岸从此断绝经贸往来哈。那大陆一年1000多亿的顺差，我们不要去想这1000多亿的顺差。我们今天台湾对不对？为了要这个所谓的抗中保台哈，旅游不准去哈，然后商业不准往来，所有人不准去啊，去了抓去关啊。民进党要不要做到这个程度？所以。发不发橙色警报对民进党来讲要一点都不重要，反正抗中保台这一铁药赖清德总统一当选520当天就开始一直吃，吃到现在国会改革，请问各位，国会改革民进党为什么反、到现在讲出了什么理由？只讲出一个理由啊，到现在只剩一个理由啊，所有理由都被打脸了、而且都是赖清德自己打脸自己啊，剩一根的理由叫什么？就叫抗中保台。所以换言之，民进党对他而言这个情况就是他要的，他要的就是激化这个所谓的反中仇中，这是他要延续执政的唯一一张牌。关键就是在于台湾的民众到底能不能买单，能不能接受。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吃了2-3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1000000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